我敢说，熊猫一定去过迪厅。你还别说，这打碟的水平还挺专业的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谁敢相信大熊猫居然会蹦迪？这摇头晃脑还有模有样的。我能感觉得到，此刻他肯定很陶醉，完全沉浸在了 DJ 的世界里了。不过说到底，再怎么灵活也是个胖子，没扭两下就扭不动了。休息片刻后，他重新投入了进来。今晚就到这吧，我要回家睡觉去了，不然明天会有黑眼圈的。可爱国宝爆笑解说，每天更新，关注一下，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。